有牙。民众手里拿的这条是电动机车皮带，然后中间还有断。本来规则齿状的皮带，中间开始有地方被磨掉，继续转更夸张，一整排被磨平。骑士跟朋友超不满，因为机车才刚完成保养不到300公里，有问题，技师没发现，让他们差点跟死神见面。一个状况，最怕就是刚好从这里这样进去。哦，那我这样卷是不是就卡住了？哦，就等于跟你的皮带硬碰硬。对对对，那。